你找什么呢？我爸还跟我说生意不好做，你这不睁着眼睛说瞎话呢？你这是没算成本，那除去成本，你这是富裕。赔了呗。我觉得这样特别不好，你这算是偷，我这是帮凶。这怎么是偷呢？我自己家的东西，我爸妈挣钱，那不也是给我花吗？你再说了，咱俩现在是自力更生，你自己赚钱自己花去。U 盘怎么卖啊？我就快收摊了，50，卖你45。尹姨，你在干嘛呢？这个不明显吗？创业呢。摊儿摆的还挺大，行。亚军，你是看不见我吗？看见了，看见了，你不跟我打招呼。嗨，算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来你就来了，虎哥晚上请你吃饭啊，来，请你吃饭。哎，收东西。可是，我还要赶着去当家教。你，当家教啊？怎么了？只许你们上海回来的自主创业，瞧不起江苏省内的自食其力啊？你叫什么呀？英语。爷，我还怎么记得你那英语成绩跟我差不多呀？你别误人子弟啊！别胡说，我考过英语4级了。丁小俊，你4级考了多少分？我还没考呢。我还以为你会是第一波呢。哎呀，就别说学习的事儿了，你哎，什么时候咱去水库？哎，可以啊，你改天跟我说。我先赶着去上课。啊，拜拜。这怎么还忧郁上了？现在，走，让我们重返部落。